大家好哈，我是杨帝，今天帮粉丝来拿一只预定过的捷克罗素梗哈，走啊。看，这是一只三个多月育苗齐全的小公哈，比较欢实哈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育苗齐全的，这个月份大，哎呀，太兴奋了哈。然后这边还有一只三个多月育苗齐全的柴犬哈，费劲儿，要进入尴尬期了哈。小公，你看这条眼神，咱去看一下小杰克。哎呀，看到了吗？还是这一窝，三公一母哈。粉丝预定的是只小母，后面那一只哈，你看身上告的。然后这还有三只小公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脸部比较干净哈，这个是属于三色，看到没有？这一个品相最好。看到没有，这三只小公都不错哈。哎呀哎呀，你看尾巴摇的，这喂的狗粮加的蛋黄还有鸡胸脯肉都不错哈。看小尾巴摇的，看到没有，拿起来给大家仔细看一下，还有的这三条哈，咕嘟嘟，这个按一号算，看到没有，属于三色，有一点开脸哈，比较细，身上也有花的哈。这一只，哟哟哟哟，这一只脸部比较干净哈，看到没有？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比较清爽，看到没有？身体是白的哈。然后还有这一只。这个按三号算，看到没有，也是小公。这三只还有哈，粉丝预定的是这只小母，咱和粉丝抓紧联系一下哈。刚才和粉丝联系了哈，还是要这一只，你看身上告的。然后这三只还有哈，这个三色的非常欢实哈，看到没有，咱马上拿走去发货，到托运部再给大家拍一下哈。看啊，这到托运部了哈，打包好哈。粉丝要的五斤狗粮，里面放的吃的喝的，对面有棒棒糖，太原的哈，身上告的比较脏，捷克小母。还有没有喜欢的哈？喜欢的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哈。去新家享福吧。